每次替患者看诊，牙医师洪建明总是细心诊查。同修师姐赵雅萍陪伴在旁，抚慰关怀患者。如果你会痛，你就知道你就举手啊。这对夫妻俩在台中开牙医诊所，平日或假日有空档，夫唱妇随一起参加义诊。实际有去义诊的地区，他们有需要人力不足还是需要的时候，都会通知嘛。啊，我有空档，我就可以抽空去参加。可以出来跟大家结一份好缘，然后奉献自己的心力。那现在在组内的话，我也承担的是护外组长。付出无所求，能减轻患者病痛是最大的法喜。在这个领域里面，看到我们的人世间的悲苦啊，还有就是这个人体的病痛啊，一人一心，能够让大家走向这个快乐的这种心境是最好的。医病医心，义诊行善，传大爱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蔡文玲、詹德全、苗栗报道。